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在低碳生酮饮食之后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要害怕脂肪，我们要在日常饮食当中添加更多的脂肪，尤其是优质的健康脂肪。那其实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呢，其实很多人还停留在生酮饮食要求多吃脂肪，或者是多吃脂肪能够帮助我们去填补热量缺口。 那也有不少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哎呀，我不能吃这么多脂肪了，要不然呢，就是觉得我没有燃烧我的内源酮，要不然呢，就是觉得吃太多脂肪也会不好。但是现代的营养学和对健康的思考都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多读书，应该多去看一看最新的研究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那比如说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叫做神奇的脂肪疗愈力，让脂肪不仅成为我们不应该去害怕的东西，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最新的研究，包括科学实践去证实，脂肪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疗愈力的。也就是说，脂肪其实是帮助我们治病的。那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呢？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莎拉，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另外一本也是跟健康饮食相关的畅销书，叫做《你是你吃出来的》。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北京安贞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创始人夏蒙。夏蒙医生也是一个低碳饮食的实践者，而且他是通过低碳高脂肪的饮食方法帮助了非常多的病人。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本书的序言就是他来做的。那在序言当中呢，他写了这样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触动啊。 他说到：“不管现在有多少批判脂肪的声音，我认为只有一种声音最响亮、最权威，那就是来自实践的声音。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其实就列着这样一句话啊，说用脂肪逆转疾病的细胞营养方案。” 那这本书其实就是想要告诉我们，通过脂肪，我们可以去治病，可以去逆转疾病。那是怎么样逆转呢？就是通过给细胞注入它应得的营养。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脂肪疗愈力。本书的作者是一名德国的医生，名叫安妮弗莱克，他也是一位临床营养学的权威专家，也是医学博士，跟夏蒙医生一样啊。 他通过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对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他也亲身治愈了非常多的病人，有数千人证实他在本书当中提到的脂肪的治愈方案是有效的，还有超过两百篇研究论文的支持。那么，既然这本书讲到了神奇的脂肪疗愈力，讲到了用脂肪去逆转疾病的方案，我们就肯定要问啊，首先什么样的脂肪？ 第二就是它能够逆转怎样的疾病？第三呢，当然就是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其实这也是整本书的一个结构啊。整本书呢一共是四个章节。其实第一章整个就是为脂肪去证明什么样的脂肪是健康的，从脂肪所受的冷遇、所受的这么多年的谣言，到热量，到胆固醇，还有包括究竟什么样的脂肪是健康的脂肪。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在你的饮食当中多增加某一些健康的油脂，而避免，比如说精炼种子油这样的一些它所谓的中看不中用的油脂，在第一章当中都有非常详细也容易理解的讨论。所以这些虽然是相对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了解过。 什么是脂肪？脂肪的重要作用，还有胆固醇这么多年是如何被污名化的？你是非常值得把第一章好好看看的。但是我个人更推荐的其实是第二章的内容。应该说，第二章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就是通过脂肪来治病，所谓的脂肪的疗愈力。那这本书的第二章呢，就把他能想到的，或者说现在发病率比较高的各式各样的疾病和脂肪之间的关系，都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从眼部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口腔疾病、心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一直到新陈代谢、关节问题、疲劳综合症、皮肤，包括癌症，还有精神疾病，这些都能够通过脂肪去进行逆转，甚至进行疗愈啊！这其实是挺惊人的。 就算我本人生酮饮食已经两年的时间，我的饮食当中包括大量的脂肪。可是我最多知道高脂肪的这种饮食，可能对于比如说超重、代谢综合症、二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说到比如说眼部疾病，说到口腔问题，或者是说到精神类的疾病，还有就是现代特别流行的很多人都会出现的一个所谓的慢性疲劳综合症。 这些疾病和高脂肪饮食之间的关系，我其实并没有研究的特别透彻，但是这本书就研究的非常透彻。举个例子，让我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口腔问题，因为我个人是非常注重。 菌群这件事儿的，我经常讲到的是肠道菌群。我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生活着很多很多的细菌，那这些细菌呢、啊，比地球上的人口还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去通过益生菌去帮助细菌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环境，从而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变得健康？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诶、哎，这个肠道菌群是哪儿来的？或者说我们身体内生活的这些细菌都是哪儿来的？那 按照中国人的老话说啊，“病从口入”。那其实口腔问题，或者说口腔当中的细菌，是我们整个人体内菌群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说你想要让肠道菌群变得健康，你想要让整个人的健康得到保障，其实口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按照这本书里的理论啊，他在给患者做检查的时候，会先去看他的口腔。比如说，我今天是因为癌症，或者是因为代谢性疾病，因为糖尿病来就诊的。 你要来看我的口腔，你要问我有没有蛀牙，这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但对他来讲，这些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口腔当中存在的很多细菌，其实是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进入到胃肠道里，甚至会扎根下来。那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口腔问题是身体当中很多疾病的来源。 那些有害的细菌，那些糟糕的细菌，通过口腔进入到，比如说胃肠道或者身体的某个部分，那就会成为那个地方病灶的来源。 所以呢，有这样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啊，说到全世界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牙周炎的问题，我们的牙龈可能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那这些炎症呢，会导致有害的细菌进入到身体，而这种所谓的叫做“牙源局灶性感染”的观点，是认为你身体当中的很多很多疾病、很多症状就都和口腔当中的细菌脱不了干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避免口腔当中的细菌进入到身体呢？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的，用椰子油或者用其他的健康油脂来漱口。第一次听到这个做法的时候，至少我本人啊就会觉得，哎，这个听起来感觉神乎其神，是吧？用油来漱口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这本书在最后，在第二百一十八页就专门讲到了用油漱口要怎样来漱。那它的原理是什么？简单来讲啊，比如说用椰子油来漱口，因为椰子油当中呢是含有月桂酸，那月桂酸呢是一种母乳当中也存在的物质，它具有抗菌消炎的效果，所以它首先就能够帮助你清除牙齿或者是口腔内部的有害细菌。同时呢，因为很多细菌是脂溶性的。 在椰子油漱口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溶解到这个油脂里，所以呢这本书里特别讲到，千万不要把这个油咽下去啊！漱完口之后呢，一定要吐出来。那这里面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其实是帮助你让整个口腔的环境变得更加清洁、更加健康。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例子啊，真的是不胜枚举。 那么最后啊，既然脂肪有这么多神奇的作用，我们究竟要吃哪些脂肪？哪些是所谓的健康脂肪？那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当中啊，就给了大家这个健康脂肪的疗愈方案。那同时，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油，在厨房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去使用？ 包括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甚至一些食谱，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那虽然说呢，有一些食谱或者有一些呃，包括油脂啊，可能你所在的地方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照搬，或者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但是这里面的原理是共通的。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更多的去思考。 怎样去找到健康的脂肪？怎样去把健康的脂肪融入到你的日常饮食和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健康问题，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案去应对？像我之前讲到过很多次啊，中国低碳医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石汉平教授，他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演讲，就说到很多人都把营养学当成一种预防手段。 但是营养是可以治病的，营养是一种治疗手段。那怎么样通过营养来治疗呢？营养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些宏观营养素和微观营养素。 宏观营养素当中最最最主要的就是碳水、蛋白质和脂肪。那对于碳水、对于蛋白质，我们可能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讨论，但脂肪是绝对不应该被忽视，甚至可以说是更应该得到重视的。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这种新书、新的研究成果来告诉我们，脂肪并不仅仅是一个填空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非常重要、具有疗愈力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或者加入莎拉的生酮讨论群，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